哎，技术不好就慢慢骑，卖出来秀嗨。屁孩再没耍帅，和女骑士百万终极变废铁。北一公路是许多机车骑士喜欢驰骋的路线，不过危险也暗藏在四周。今天中午，一名重机女骑士规规矩矩地骑在北一公路上，丝毫没有想到接下来即将遭受自杀式攻击。喂喂喂，这熊孩们啦！一名屁孩男骑士载着妹啊，竟然想直接从狭窄又充满土石的道路外侧超车，结果失控打滑，撞向倒霉的女骑士重机车头，两台车三个人就这样摔成一团。事后路过骑士纷纷停下查看，而三人的伤势及昂贵重机的损害赔偿则还在调查厘清。至于网友都说，弱智屁孩赔死你啊！呵呵，经验值低还想越级打怪，乖乖骑车也不见得安全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